哎，好了，够了，小编。哎，好了吗？ 对，手上找够了哈。可以，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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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我们 DJ Student Services 除了要帮同学办留学签证之外，当然也要给同学最好的服务啊。所以除了刚刚那两家店家有吃有喝的之外呢，我们还有合作就是更多的店家，像是汽车维修保养的服务，还有美妆店，然后当然还有回国礼品店等等。那就是接下来15家店家，就让我们回棚内跟同学一一介绍更多的资讯吧。 Let's go！ 除了刚刚就是 T4 还有一买一辣之外呢，我们还有合作15家的店家哦。那究竟有什么优惠？我们从第一间开始说吧。第一间就是先查到 Newcastle Street 上面的那一间，那它只要你购买原价饮品一杯或是以上，就有 15% off 的优惠。如果你买5杯，那就有20% off 的优惠哦。第二间豪大大鸡排，北桥。 只要你在店里面消费30块以上，就可以直接折5块钱哦。第三间在牌坊 Chinatown 的建记餐厅，只要在周一到周四，你可以享有 10% off 的优惠。那如果是周五到周日呢，有 5% off 的优惠哦。但这个优惠是不可以在国定假日，还有在我们的农历新年除夕到初五的时候使用的。OK， 第四间就是顺德烧腊。 只要从星期一到星期日，你知道在早上10点到下午5点之间，都是可以享有 10% off 的优惠。那这个优惠呢，也是不能在国定假日跟农历新年，除夕到初五之间使用的哦。OK， 第五间就是我们的 CBD 的黑龙堂手摇店，所有的原价饮品就可以享有 10% off 的优惠哦。第六间在北桥的 Formosa， 就是只要是热食或者是饮料都可以享有 10% off 的优惠，但限内用。 跟不适用于国定假日。第七间就是我们的相遇，在北桥跟摩里有2家的分店，所有的饮品跟餐点都是可以有 10% off 的优惠，但也只限定内用跟不适用于国定假日哦。第八间就是香草园米线店，只要你在店内消费米线，就可以得到一罐的罐装饮料免费哦。第九间，只要在我们北桥龙辉海鲜超市或是龙辉蔬果超市，是任一间。 消费满30元以上的话，就可以有10% off 的优惠哦。第十间就是跟你的爱车有关，我们的 BB Auto 在贝斯瓦的，只要你出示我们的贴纸，不论保养或者是维修，皆享有10% off 的优惠。第11间龙记宾士在 V Park， 只要你在店里面消费，不论是餐点或者是饮品，都可以享有10% off 的优惠，但不可以与其他的优惠合并使用哦。第12间。 新华烧腊顾万 Barbecue 在 V Park 限内用，只要你在店里面消费饮品或者是餐点的话，都也是有 10% off 的优惠。第13间就是给我们爱美的新男美女们，小粉屋美妆店呢，在北桥或者是 V Park 都可以在原价商品的购买下 5% off 的优惠哦。第14间 Health Life Warehouse 北桥的奥品会或者是在 Kennington 的代购之家回国礼品店。 只要你有出示贴纸，你可以在任意门市呢免费办理会员，不需要出资300的入会条件，你可以马上享有会员价购物哦。而且你如果是首次入会的话呢，还可以有精美的小礼物赠送给大家。第15间就是在北桥的渔人码头，只要你购买13.99以上的套餐呢，就可以免费享有一罐的可乐哦。那也是在店内消费。哎，怎么样？ 还喜欢我们的合作商家吗？这是我们精选的哦。然后呢，我们看怎么样？还喜欢我们以上的就是精选合作商家吗？那同学，如果你有就是推荐的商家，也不要忘了留言给小编哦。Anyway， 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Facebook、 Instagram 还有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。我们会有更多的就是店家 update 就给同学哦。而且你有发现我们已经有几间的合作商家又 update 了吗？ 持续关注我们 ，See you next time!